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讲398页哈。398页也就是在科判表的第36页十信位。啊，十信也等于是初住。啊，十住里面的初住。啊，所以初修菩提心，习行十善业，成就心不退，入于大圣道。啊，好，所以呢，菩萨所修学的法门来说的话，啊，如何的修行，啊，尤其如何的行菩萨道，哈，不外乎以什么菩提心为本嘛，对不对？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算不算踏上成佛之道？它的关键是不是在发菩提心呢？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大表里头也是啊，它有一个起点叫做出发深故大菩提心。深故大菩提心啊，要能够发大菩提心而踏上了什么成佛之道啊，所以这个第一点就是要以菩提心为本，而且要三心相应。那三心是哪三心呢？以一切智智相应作应，这个是什么菩提心啊，也就是所谓的信愿。第二个呢，大悲为上首，啊，慈悲心，无所得为方便，智慧，信愿、慈悲、智慧，啊，这也是菩萨道里头的很重要的啊。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里头，是不是就讲到这三大重点？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是不离开这三大重点的，信愿、慈悲跟智慧啊，然后要修什么六度。万恨，并且还要有什么四摄法啊，由浅入深嘛啊，所以已经论来安立这种行位的次第啊，所以是建立于诸地的，它也是一点一滴的来这个踏上的哈、啊、这个其实都有次第的啊，因为我们不懂次第的话就很想一步登天嘛啊，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求学的过程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如果发愿说说我不识字，然后我说我明年一定要把博士学位拿下来，对吧？那这样人家会觉得啊，那你这个发的愿是不是离事实太遥远了？啊，那我们不懂得佛法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哦，我发愿我下辈子一定要成佛，哎，这个也与事实那差距更遥远啊。是因为我们完全不懂佛法，到要成佛那是要多长的一个距离。那如果理解佛法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哈、啊，这是需要经过多少的过程呢、啊？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发心修学大圣菩提道，最初就应该要发什么愿的菩提心，啊，修菩提心来，这个使我们的这种菩萨的道业的能够成就，所以要经常的念怎样，所谓的菩提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菩提啊，菩提是一种觉醒的心，但是依据什么而觉醒啊？依据佛法，那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受用到佛法，还希望能够普及于大众啊。所以所有的菩提心是菩萨道的这个最基本的法种啊，因为所有的菩萨就是菩提萨埵嘛，如果没有发菩提心怎么成为菩萨啊，我们就是发菩提心的什么萨埵是有情众生，对不对？简称叫菩萨菩萨啊，所以发菩提心是很重要的。以大乘佛法也讲到说，其实我们大乘佛法也是要耕耘我们的福田，对吧？那既然耕耘福田而不下种的话，那这个在种田上面是不是也是白种啊？根本下种的话怎么去结果啊？所以菩提心会是大乘佛法的什么法种哈、啊，所以要能够怎样造次颠沛而不理啊，不再退失，那是透过实信位啊，实信。所以所谓的不退要从信仰上的不退开始才谈得到下面的，对不对？要能够信的不退到正的不退，位的不退到什么呢？行的不退啊。所以所谓的信的不退，实信当中的第七信啊，有这么的说法，
在七信上面能够信得不退。所以说刚一般讲到不退，我们就会以为所以说不退也有不退的什么次第啊，就是信上的不退，这是位上的不退，这里是什么形上的不退。在这里不会退失大圣心的，不会啊。在这里呢，在这个实性都还非常前面，因为只是初住而已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佛法的信仰心是要先培养的哈，信的不退。所以位的不退就是超凡入圣之后哈，不会再退回凡夫位，不会。我们常举例就是说，那我们在这个第一大奥僧期间的时候，如同在乌云密布的什么下头看不到太阳光嘛，啊，当这个时候等于是拨云见日，一道曙光就这样洒射下来，我们会不会再怀疑了？因为我们看到了，对不对？啊，我们看到这个乌云之上确实有太阳，真理就在上头，所以不再怀疑哈。我们之所以会退，往往就是怀疑，对不对？啊，到行的不退呢，我们说五地以上。其实逐渐行已经不退，到七地以上是更稳固的，啊，因为第七意识的什么杂染已经消除了，啊，再不会为自己。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之所以会行上会退，难免还是会有自私的心的存在啊，啊，所以这个也等于说，哎，光是不退，其实它也有次第上的不同。对吧？光是一个涅槃，是不是有涅槃程度上的不一样啊？值一样，量上的不一样啊？好，那这些也都是透过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次第而理解的哈。好，所以呢，这里也讲到哦，在行菩提心的修学当中呢，受菩萨戒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说，是不是为佛弟子透过三规，然后五戒，对不对？好，所以菩萨戒必须要有三规五戒的基础之后才能够受菩萨戒。好，那菩萨戒的这个能不能受菩萨戒，当然要三规五戒之后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好，愿不愿意行菩萨道。那菩萨戒的戒体敬未来际，对吧？好，五戒只是敬行受而已哦，只是这辈子啊，如果我们受五戒的戒体让我们用一辈子而已，这辈子完毕就没了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受菩萨戒的话，菩萨戒的戒体是敬未来际，这辈子完毕，下辈子还可以再延续下去。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发愿愿意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行，那受菩萨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尤其在家人也可以受啊。以出家师父来说的话，三坛大戒，从沙弥沙弥尼戒是第一坛，比丘比丘尼戒第二坛，第三坛还是菩萨戒，还是菩萨戒啊。所以菩萨戒它是可以敬未来际，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当中，我们都还有机会能够让我们的善根因缘有机会怎样显发啊，再继续的怎样学佛啊，让我们不断的怎样往前迈进啊。对，受菩萨戒哈，受菩萨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哈。那就看我们是不是发菩提心啊，最大的关键了哈。所以呢，受菩萨戒要之后呢，要怎样呢？修习奉行十善业啊，十善业。那所谓的十善业是什么？从身口意三业来的，是不是？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以居士来说的话，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妄语，是不是？啊，还有呢，不贪，不嗔，不痴，对吧？啊，行十善业。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这种菩萨的风格啊。啊，而且呢，所谓的这个十性菩萨啊，那当然这个啊也叫做十善菩萨哈、啊。那这十性十善说的是十心哈、啊，从信心、精进心。念心、定心、慧心、施心、戒心啊，护法心、愿心、回向心，啊，回向心，那这都是修行，修习大圣信心为主，
以信为主，信仰哈、啊。所以我们说，佛法如同大海一般，信为能入。啊，如果没有信仰的心的学佛，其实没什么生命力。啊，那只是纯粹只是什么理论而已啊。其实也是要透过信智合一啊，来让这些佛法的这些基础，这种思想理念能够化为我们行动的那个依归啊。啊，那能够不推失道心啊，那么就要从这个实性开始着手。好、啊，所以这个起初哈、啊，经过十千劫行十善道，都还怎样有进有退啊？啊，所以其实要道性不退也是不容易的哈、啊。但是呢，在这种修行信心当中，就要用十善六度来成就啊。所以这个。说清净增上力啊，坚固心生净，名为菩萨，名菩萨的初修哈、啊，三无数大劫有没有？就是三大恶僧起劫，啊，所以信心的成就也不是太容易哈、啊。那为了要去维护初学而心性确弱的信心呢，那么佛陀呢就会说这个易行道，啊，行易行道不妨呢往生净土，啊，因为还很确弱。啊，很生怕说啊，万一我堕落，啊，这个到三恶道去怎么办？啊，我糊涂了怎么办？那往往是怎样，在这个会上面还没有下太多的功夫，所以我常讲说，哎，我们总不能说还没去上学就一直怕留级啊，为了怕留级又不敢去上学。虽然有留级的制度，但是只要我们用功，对不对？还不至于留级呢，对不对？啊，所以。当然以佛陀来讲的话是不舍任何的众生啊，适应任何众生的根基，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是这么样心性确落，当然也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所以会有往生净土的法门。等到忍力成就呢，真的忍力的成就是什么？对佛法的确认，越加的确认的话，其实就越不会退失，那个信心会怎样更坚强啊、哦，所以老师也讲嘛，这个我们好如何的来对治我们这种怯弱的心哈、啊，充实自我是很重要。那这种充实呢，慧学上的充实非常重要。我们在慧学上充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方向，啊，能够很深沉的去确认，乃至于还会去突破现实的环境，啊，乃至于还突破到生死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忍力的成就啊。那么再来修成熟众生的广大难行，啊，那当时这个就是果位稍微往左边一点的哈，果位稍微高一些的话，可以这么做。当然这些都没办法勉强，都看个人的根基哈。那当然有一些，他也信心怯弱啊，也很想一步登天，那怎么办呢？劝修天色身，啊，也像跟神道的这种结合。啊，有一些人啊，他说，哎，好像有一点佛法的善根，但是呢，却也还会比较偏向于什么神教色彩，啊，那就难免会跟神教色彩会结合到一起去。啊，那还有的呢，就是如果不受不了这种生死道场众生性多啊，佛德难思啊，那么而忘失这种菩提心，佛就说什么化成。啊，所以《法华经》里面有化成譬喻品，是不是？啊，这个一个领导的人领了一大群的众生啊往前走的时候，哦，走到大家都精疲力竭，啊，没有任何的资粮，啊，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呢？这领导者就说啊，前方啊，再走，再忍耐一下，再忍，快到了，快到了，啊，快到了，那快到了，我们才愿意再走。如果说啊，还。漫长无期的话，那根本大家都干脆蹲，就躺在那里了，对不对？不愿意再，所以他也要去讲说，快到了，快到了，我们再努力一下，再努力一下哈、啊。然后那个目标定的比较短一点，没关系，让大家休息一下。啊，就看到了一个小城市，啊，去那里喝足，吃饱了，休息了，哦，我有体力了。再告诉大家说，这个不是目的地，还没到，这只是中途休息站。哎，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愿不愿意再走啊？有力气了，啊、嗯，而不是终点站的，不是，
只是中途而已，对啊，但是已经让我们在怎样在充电了嘛，啊，当我们有力气的时候，哦，我们还有力气再走的时候，我们大家才走得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佛陀用非常合情合理的方式在诱导众生的，绝对不会去做那种真的做不到的事情，不会啊，真的是透过我们的那个心念，只要我们愿意转、愿意改、愿意去做，都是按部就班，点点滴滴，甚至这个次第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让我们能够一点一滴的跟上啊。所以呢，这些也都是信心方面的哈、啊。如果信心不足的话，佛陀也会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式来诱导啊。好，那么这是属于实信位啊。那接下来呢，属于圣解行位了哈、啊。以诸圣解行广集二资粮，今一无数劫，正入于圣位。这就是要超凡入圣，在第一大阿僧祇劫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是用种种的什么圣解行哦。所以这里所谓的圣解行，从我们的表上就可以知道啊，不管我们在修资粮或者在修家行位，是不是一直都跟圣解结合在一起啊？所谓的圣解是什么？要知道整个真理的原理原则，那真理的真理法则的啊，就说要知道真理法则啊。那所谓的真理法则是不是不外乎什么缘起性空啊？也透过缘起性空这样子的般若慧中观，才有机会跳脱世间的束缚啊。所以这个上一节课也有讲嘛，都在这种重于什么空性圣解的修习成就嘛，安住圣意，是不是啊？所以像金刚经不就讲说啊，当我们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是不是啊？我们都是凡夫众生，但是都具有善根因缘，所以都为善男子善女人啊。啊，虽然我们在凡夫位上都还是很低的一个果位，但是我们竟然发这么样长远的大心，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云何因住我？我们到底要把心安住在何处？那么其实就是所谓的安住圣解，安住于法。所谓的法，它是真理法则。真理法则也就是缘起性空，这是可安住的。如果我们理解了之后啊，真的会让我们的身心非常的安住，因为与法相应，处处可以与法相应啊，这是一种安住。所以我们的这个在三贤位里头的是先从十住开始，有没有？初住、二住、三住、四住，它是不是都用住啊？为什么住？安住生意啊，是安住圣意，所以要重于空性圣解，有没有的修习次第？所以是福慧双修的，不是只有修福报，资粮慧不是只有修福报而已，它同时还要安住于圣意，是不是连慧一起修啊？所以在智慧里头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属于什么法性空慧，就是属于般若啊。所以说，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有没有？如何的来折服我们的心，能够走这么长远的路途？那第一个就是要怎样服心，有没有？服心菩提嘛。所谓的服心就是要怎样呢？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我们住会住在收获果报上头，但是重要的是不是在耕耘上面呢、啊？好，我们一直想要成佛，忘了说到底要怎样行菩萨道。所以唯有般若，它是不是最重于行菩萨道啊？如果菩萨道从我们凡夫也可以发凡，也可以行凡夫菩萨道呢？对吧？第一大阿僧祇劫其实就是所谓的凡夫菩萨嘛。第二大阿僧祇劫是什么？圣贤菩萨。到第三大阿僧祇劫就是菩萨摩诃萨。啊，它也是有次第的，啊，是有次第的、哦，啊，所以这个福心的本身啊，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住，是住在果报的追求，这个是不应该
升起的心，那么应该要升起什么？耕耘的心。啊，所以一无所住的升起心，并不是说那我就不要去发心了，不是了，那可误解了。我们的住会住在果报，而要转到怎样住在耕耘上，对不对？愿意安住于圣意，愿意去点点滴滴的耕耘，如何的耕耘？福慧双修，悲智双运，就是这样。啊，要有智慧，但是，比方很多人哦，不断的想要读书，想要用功，结果福报因缘不足，其实你这样的心愿也不容易成就。啊，乃至于说以佛法来讲的话，要透过修福报，对佛法的智慧的理解也会有限。那么，所以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哎，透过行菩萨道当中的发心啊，也会扩大我们的能力呢，扩大我们的眼界呢。啊，我们也会回头觉得不可思议，哎，我怎么会做这些事情？我怎么会成就这样的事情？那是回头看，在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就是一直勇往直前就对了？为了要去利益众生，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办好，为了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或者把这样的一个课程办好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怎样？在因地上面不断的耕耘啊，如果说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那么让我们还有回头看的机会。但是菩萨他不是去追求这个他看到了什么，倒是不是啊，只是说我们有时候回头啊，十年二十年回头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竟然也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或是这样的一个发心的时候，那这个也都在过程当中耕耘的过程里头怎样所成就出来的啊，所以要这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就是在服务我们的心，啊，在折服我们的心，降服我们的心，啊，所以《金刚经》会讲到有二到五个菩提，这个从发心菩提到福心菩提，然后才明心菩提，啊，然后出道菩提到什么究竟菩提，啊，好，那么所以呢，透过信心的修习之后，那么。就是先完成了所谓的发心住，啊，一旦这个发心住，就等于是一定会进入什么进修大圣道，啊，算是进入三大无数劫的开端，这个都还只是开端哦，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去妄想着说我们的果位不知道有多高，起码我们从最开始开始做起嘛，对吧？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啊，你看光是发心住的成就都不容易了，光是一个初住菩萨都不容易呢，啊，那还有第二住叫什么智力住啊，第三住是什么修行住身贵住啊，所以你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身贵，如果我们都还没身贵，表示我们果位还在这个身贵之前，是不是啊？因为我发心的话一定会有福报嘛，会生在富贵之家，也必然，啊，啊，会有身贵住，还有方便具足住，哈，啊，有正心住，不退住，不退住，啊，然后童真住，哦，啊，能够童真入道，哎，等于说自己可以选择。啊，自己是有选择的呢，往往我们都糊里糊涂结婚了，哦，生子，然后忙了一辈子，然后啊，哦，好不容易孩子长大了，才想到说，哦，我这个时候能不能出家，这就不叫童真住了。啊，所以我们最近有个小孩子从日本回来，他就是要出家，11岁，他非常坚持他要出家，我说哦，实在素食有修，有善根源，竟然11岁就。他就那么清楚那么肯定的就是他要出家啊，但我们会觉得不适合，这么小还是不适合出家的了哈，我们还宁可说啊，他到18岁20岁乃至于他读书读到某个程度他自己做再做决定，但是这个过程是要培养哦，过程当中要培养，但是我们培养的过程里头我们倒没有说你将来一定要出家，如果我们怕他不出家我们就干脆这个时候给他出家是吧，但是这样子是眼光短浅的了啊，所以我们也要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嘛，对吧？陪他这一段啊，能够培养他多少的善根因缘，将来他自己做决定啊。那曾经也有另外一个居士哈，
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他说啊、哦、以前呢他还没有学佛之前，他的小孩子也非常有善根，小时候常常吵着要去寺院啊，要去拜拜，要去怎样，他拉着父母要去，但是因为父母都没有学佛，就觉得这小孩子真奇怪啊，就一直阻扰那个父母，就是不去，小孩子想去他也去阻扰他不要去啊，所以这样子十多年下来，现在他孩子已经20几岁，他看到说哇，这个小孩子，我们那个哈、啊、从日本回来那个小孩子这么有善根的时候，他回头想想他又会很难过，因为他后来他们学佛，他们知道哎，学佛实在也很好，善根也是需要培养的。他说他现在的女儿哈、啊，要他去寺院他不去了，啊、已经不去了，因为他好不容易有的这个善根因缘，我们一直去在后天上面一直去摧残。善根因缘的培养已经很不容易了哈，再去摧残他呢，那因为孩子小，他总是还不是那么样子的坚固。不过那个也可以看到是有宿世的因缘才可能这样子啊，因为没人教他啊，那所以呢就会变成说他有善根因缘，如果我们是学佛的人，起码我们要去培养，是不是？将来的念出家，那当然是由他自己做决定啊，而不是在他小时候还懵懵懂懂还不懂事的时候就非要他出家不可，倒是不一定啊，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有善根因缘是很可贵的，是应该要好好去培养，但是我们不是有目的的培养，而是会觉得说总是启发他啊，这个陪着他走这么一段啊，将来是不是可出家，是不是有成就，那也是孩子的个人的福报因缘啊。啊，但是我们起码真的是看到这种叫做童真住，他在小时候他根本啊，他不用再去经过婚姻的这样子的折磨，是不是？啊，他很小他就可以很清楚的他想要出家啊，所以但目前好几位高僧大德也是哦，很多童真入道，在过去啊过去几十年前的大环境里面啊，他们有很多也都是很小就出家了，哎，那也叫童真住哦。啊、哦，还有法王之柱、灌顶柱，啊、哦，所以这个十柱都还是第一个阶段呢、啊，啊，然后有所谓的十行啊，透过欢喜行、饶益行、无悔恨行、啊、无尽行、离痴乱行、啊、善现行、无着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实行，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就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如果这些都还很陌生啊，不见得我们真的果位一定很低，那但是起码我们还有机会显发，对吧？还没显发之前，我们起码要安于怎样果位低的方式啊，要安于起码我们从什么最基本的做起啊，也不管果位的高低了，其实我们都应该从最基本，因为从最基本的做起的时候才有机会去启发，或许我们过去也很有善根因缘，所以会有渐入跟顿入，也是所谓的顿入哈、啊，会觉得他一下子就到哪个位上，好像是以为是没有前因，有没有前因还是有宿世的，只是我们看不见，由他宿世所修，哎，他可能这样的一出来，他可能就在，比方是在十行或在十回向里头的某一柱啊，某一行或者某一个回向，啊，虽然没有看到他前面的这个修行，但是这个是什么宿世解的。就是累积过来的嘛，啊，那个我们就会以为说它叫做顿入，其实它是不是还是渐入的？还是渐入，啊，还是渐入的，啊，只是我们如果、哎、看不到前面，我们就会以为它顿入，嗯，好，那么还有什么十回向啊？第一个呢，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的回向。所以你看离相也是很重要，离相是不是也是透过缘起性空般若尊观的思想啊？啊，不坏回向，第二个哈、啊，第三个呢，等一切佛回向，第四智一切回向，第五无尽功德藏回向，第五随顺平等善根回向啊，第七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所以这些等观啊之类的，是不是也缘起性空的观念呢、啊？啊，第八。如相回向，啊，第九无福无着解脱回向，第十法界无量回向，所以这三阶三十位总称为什么
圣解行，它都跟圣解结合在一起。虽然是在修资粮福报啊，虽然修的是福报，但是呢是不是跟圣解结合在一起啊？啊，安住于圣意嘛，对不对？所以三学位的第二个叫实行，有没有哈？我们再对照一下这个表就可以知道，实行啊，就是说重于观即空之假名有，以大悲心利益众生，有没有？所谓的实行的行，就是以大悲心利益众生。但是这个大悲心怎么产生出来的？那是观什么即空之假名有，这是不是还是缘起性空假名的为名的这个系统啊？啊，所以到回向的时候呢，所有的回向它是需要观慧的，是不是要观想啊？啊，那这种观想是从什么空平等、空啊、空假平等这些、啊，那空假平等这些也都还是属于什么般若缘起性空的观念呢、啊？啊，所以在这三十位当中哈、啊，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课本里面哈、啊，广修六度四摄。啊，虽然说六度四摄在凡夫地上就得要做了，啊，那要积极什么福德智慧二种资粮都是广大无边，所以又叫做什么资粮位啊。所以这三十位的进修要总共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就是无数无量无数劫的漫长时间才能圆满了。啊，而且呢也才能够证入于什么无漏现行的圣位。啊，无漏现行的圣位就是所谓的什么见道位。见道位的当下其实就是初地。啊，初地就叫做什么欢喜地。为什么那么样子的欢喜呢？超凡入圣。超凡入圣。这个相对的我们来想一想，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离欲喜乐地，有没有？离欲喜乐地是什么？初禅，初禅是不是？是不是进入所谓的色界啊？离了什么欲界？啊，所以脱离欲界，能不能脱离欲界？那个是在空间的那个表吗？十法界，啊，十法界。所以我们会发给各位的这些讲义哈、啊，随时都要带来哈、啊，武林秘籍，随时拿出来这个翻阅一下。啊，跳脱欲界的束缚其实是透过禅定啊，但是我们说以佛法来讲，不只是要跳脱欲界啊，甚至要跳脱三界啊。啊，跳脱三界的话是透过智慧啊，是透过智慧。那要离欲喜乐的话呢，透过禅定入出禅，为了离欲的喜乐，这种领域的喜乐。所以这种的喜乐来讲，其实我们就说我们在欲界啊，我们在三界里面的什么最低的这个欲界嘛，对不对？啊，在欲界当中呢，我们如果一直哎怎么样沉染在这里头啊，就以为说啊，这就是一个好地方。那我们佛陀不就告诉我们说，三界如同火宅一般啊，更何况在三界里头的最低的界，是不是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要怎样能够跳脱？跳脱，因为这些都不是安稳之地啊。说要跳脱这三界来讲的话，那就真的是透过智慧跟禅定的辅助啊，跟禅定的辅助。如果只是禅定的话，那充其量就是先这个离欲喜乐啊，离欲喜乐啊。所以呢，能不能跳脱世间的束缚，它是需要经过一大二僧祇劫呢，是无量无数劫啊。那证入无漏现行，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见到位就是无漏的现行。在凡夫地上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有漏的啊？我们的漏会漏在哪？漏在我们的自信妄执，漏在我们的执着上。只有有所执着，就会有所漏。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能够无漏啊？因为这个时候定慧相等相继的，让这个执着先暂时浮下来啊，慧
理论上面的这些思想呢的那个现象会现前的，就等于说是看到了真理的现象，所以它是无漏现前的啊，就是所谓的见到位，见到真理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是无法言说的啊，是无法言说，是绝诸细论的。所以我们说这是般若将入毕竟空，所以那是毕竟空的现前，超凡入圣的这个点上就是毕竟空境的现前啊，是透过般若来入的、哦、所以般若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在三系里头的第一个系，是不是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所建立的这个中观系啊，所以这三个阶位来讲的话呢，那么一啊，菩萨本业璎珞经来说的话啊，实住要重于空性圣洁的修行修习成就啊，要安住于圣意嘛哈、啊。实行呢要着重在什么观即空的假名有，以大悲心来利益众生，所以叫做行。回向呢要透过观慧啊，着重在空假平等上面啊，空假平等的观慧回向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有时候不管有任何的一点一滴的这种功德，我们也可以回向啊。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是不是？听经闻法，听经闻法的功德，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众生都也借着这样的功德而有机会怎样学佛乃至到成佛嘛。啊，所以这个这些也都先要透过什么观慧、观想。啊，那透过这些观想，就是让我们本来有限有量的心，逐渐逐渐的怎样扩大。啊，心的那个可塑性最大呢。是不是我们的心的可塑性最大，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可塑性是不是很小啊，很有限，身在这里就看不到外面，窗帘拉起来就看不到隔壁，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可以怎样到处乱跑啊，身在这里心可以不在这里，可以出去，可以遨游虚空哦、啊、所以我们的心的那个可塑性多么大啊，那当然我们说如果能够好好管束我们的心，让它的这个发展是朝着正面来走啊，不然的话你说我们的恶心也会让我们造恶多端呢，对吧啊，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调整成善心啊，乃至于还有慧学能够辅助的话，会让我们的整个生命的那个是很有价值的啊，那种把它转成是一种菩提心，利益众生的心啊，那这样子的心就很有意义啊，很有价值哈、啊。所以其实这个表也等于说，一方面当时候在读唯识哈、啊，因为非常的繁复，所以把它整个贯穿起来之后，其实最后还是会依据着导师的成佛之道再去把它对应上来啊。所以这下面所写的其实也都是根据成佛之道啊，根据成佛之道。那这样子就是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熏习嘛。啊，就会知道说啊，所谓的资粮位不是只有修福啊，更是要怎样与慧一起哈、啊，福慧双修哈、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在十回向终了的时候，随顺有部有没有？啊，因为唯识其实是透过有部发展出来的，啊，于伽的这些学者安立了所谓的暖顶忍室第一法，啊的现观次第叫做四加行。所以这个叫做加行位，所以所谓的修福容易修慧难啊，这所以难才要加行嘛，对不对？就好像那个爬坡的坡度比较陡，是不是就得加油换挡，对吧？啊，这个还要踩足油门，它才可能向上啊。所以透过加行位，那么等于是福慧双修，悲智双运啊。所以我们菩萨。修菩萨恨的话呢，是以利他为先啊，所以在这三十位的菩萨都在人间为政治首领哦。啊，如果能够透过这三十位来讲的话，啊，能够行人政来普利人群，啊，因为他跟众生结的缘啊，当然其实也不只是政治上面的了，啊，像宗教，是不是也是如此啊？啊，这些。我们就说在台湾实在也非常有福报因缘，对不对？啊，有好几位大菩萨，啊，这些起码现在四大山头的这些啊，那个领导者，
这都是大菩萨，他们也是宿世有修才能才可能结这么多的善缘呢、啊。啊，那当然，其实要不忘初心呢、啊，对不对？一直要不断的检视自己合不合乎佛法是很重要的哈、啊。所以这里也讲到说，所谓的十住菩萨呢，起码可以做一二周的什么铜轮王啊。我们说有四周嘛，对不对？啊，那以十住来讲的话，哈、啊，叫铜轮王。十行菩萨呢，做一三周，啊，多做统一三周了哈、啊。就说十住菩萨是做统一二周、两周，哈、啊，我们说有四大部洲，他起码统一了二周的铜轮王。十行菩萨呢，多做这种统一三周的什么银龙王、银轮王了、啊、哈、啊。十回向菩萨呢，那是统一四周。啊，不依武力的什么金轮王，完全以人证啊。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修行实性而失败，叫做什么败坏菩萨。所以败坏菩萨退失菩提心也是败坏菩萨。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确实哈、啊，我们败坏的机会也不少，因为我们本身会有宿世的业障，对。然后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那个障碍非常的多。啊，然后就觉得多做多错是被人家啊那嫌他挂学习，啊累得半死，然后得不到任何的掌声。我们以凡夫的心会一直希望说啊，我做下去之后就要受人家的肯定，一定要人家的赞美。但是菩萨能不能有这样的需求啊？没有办法。啊，所以而且不止如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要去服务很多的人的时候，其实人多嘴杂，是不是？啊，不可能人人满意。啊，只要几个不满意来跟你讲几句话，你就快受不了了。啊，所以会退失的机会也不少。啊，那以我个人其实也有那种真的退失菩提心，转变成败坏菩萨的那个过程。但是我就说我从妙云集里头又重拾回了我的菩提心。哎，这给各位做个参考，真的。啊，在过程当中我也曾经真的。狗妹败坏掉了。啊，真的确实是妙云集又给予我很多的信心啊，因为真的是啊，印顺导师就是不断的告诉，真的其实导师要弘扬的是大乘佛法，尤其是初期大乘。初期大乘要讲什么？缘起性空中观的这个体系。哎，啊，所以这里也讲到嘛哈，虽然是败坏菩萨都还算啊，多在人间怎样能够不废人间的正法啊。所以行菩萨道他的功德真的也是无限无量啊。啊，好，那么这个以上呢都属于什么第一大二生起劫。那在接下来是到了所谓的这个第二大二生起劫了哈。第二大二生起劫那么属于实地行啊，实地位上的啊，实地位上。所以呢会从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哈、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初地啊，初住即喜地胜住如来家啊，断除三种劫，失得最增胜啊。那菩萨在这种因地当中已经现证法性啊，因为这个要到初地是不是都已经要经过前面的这个资粮位跟加行位，对呀、啊，啊，那也已经现证了法性的、哦，现证法性就是已经看到什么，已经 touch 到了法身的部分。那个法身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讲的比较抽象的想象的哦，啊，所有的法身他真的去 touch 到了，去触摸到，去尝受到。啊，所以常举例就是如同什么太阳的一道曙光洒射下来。啊，如果太阳是真理来讲的话，光是一道曙光都算是现真法性，等于是见到了什么真理一般。啊，所以呢，这里说这个叫做什么十地哈、啊，也叫做十住地哈、啊，所以初住地呢就叫做什么即喜地，所以所谓的即喜地呢，它一定是怎样现真法性，诸法实相如实的现前。乃诸法空相的现前，那也等于是什么？是平等相的现前。
啊，是完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什么寿者相的状况，那是无法言说的，啊，是无法言说。啊，所以呢，现正法性就会依法性能生什么种种无漏功德。嗯，这个就逐渐无漏，因为他去到法界法身的这个部分，法性的部分，它本身是无漏的。啊，所以又叫做什么法界？哦，那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有漏，为什么有漏？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的自信妄执。我们第七意识只要是杂染的，是不是都是有漏的？好，那在这个时候能够现正法性，其实是等于让我们的第七意识的杂染先扶住，让它先不起，所以它必须要有定力，除了慧以外要有定来做辅助。所以以佛法的禅定是在辅助智慧，而不是以定为主。其他的宗教哈，定会变成是一个目的地。啊，比方我入禅，初禅、入二禅、入三禅，是不是就到色界天去啊？啊，如果能够入所谓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这些，是不是就入了无色界的定的天界？自然就会去感受天界，因为其他宗教他会比较把什么，把将来来生的目的地放在天道上。那佛教不是啊，对吧？佛教的话，那么。如果以人间佛教的话，更是要怎样回到人间，啊，并不希望到天道，因为天道里头怎样福报太充足了，反而会障道，对不对？啊，所以以佛教来讲，反而不喜欢到天道去哈，啊。所以，所修的禅定其实是为了辅助慧，啊，那所谓辅助慧就是让我们所理解的智慧，不是只有理论，它是可以现见的、现证的，是可以去验证的。那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说实在，这个前五识的这个五根啊的转是非常的后面哈，啊，一直要到成佛的时候才转成成所作智。在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眼睛或耳朵听得到真理的现象，所以我们都是怎样遍视观空由后遍相观空由后得嘛。对吧？都是透过内心先变相观空啊。好，当然到成佛，他自然，所以前五识其实是最后转的，最早转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哈，啊。那第六意识能够转，其实不只是慧，还要有定的辅助，还要有定的辅助，它才可能无漏。啊，那个无漏，它必须要有定去先辅助第七意识的杂染。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依地而生出什么草木珍宝，就不是我们的这些杂草丛生的这种啊理不清的这些烦恼的啊的杂草一般啊，因为它已经能够去透过这种无漏的功德，因为去 touch 到这个部分了啊，它的养分会从无漏的这个部分来成长啊，所以呢，所谓的现正法性，那么。就是菩提心与什么法性相应，叫做圣意菩提心。我们现在所发的菩提心叫做什么？世俗的菩提心，还是杂有了世俗的成分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没超凡入圣啊。一旦超凡入圣，也不是就是到达目的地了，是不是？它也只是过程而已啊。啊，过程它所发的就会属于什么圣意地上的菩提心。圣意地上的菩提心就等于说他的那种自利的成分越来越少，利他的那个力量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纵然是发心，难免还是啊，免不了有时候还是会考虑到自我的啊，那个杂染性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菩萨出证圣性的时候，就会得到从来没有的出世心，尝到了从来没有的什么这种离系的快乐，脱离戏服的快乐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因为通达法空性的缘故，所以不再会有什么不活位、死位、恶道位、大众位、德位，还有恶名的位啊。对于死亡这样的事情，其实已经不怕了，是因为能够放下这个我见乃至于身见啊。我们之所以怕，就是因为我们还具有什么我见身见的关系啊，因为有身见啊，
因为有我见的话呢，我们会有死味；有身见的话，会有不活味，会害怕我活不下去，啊。那所有的活不下去，会觉得说，不只是生命的问题，如果我没钱，也会觉得活不下去啊，是不是？啊，不仅我们拥有的生命，我们还包括我们的财产，都会觉得是支持我活下去的那个资源呢，啊。那是因为我们怎样执着的关系啊，但是我们说，哎，这个一个有修行的人，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乃至他也根本也不用去考虑太多的钱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反而活得自在呢啊。所以并不是说没钱就活不下去，所以根本不怕不活味，不会有不活味了哈 啊所以一旦没有我见的话呢，也不会有死味。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到没有我见的状况，所以我们一直有死味，是不是也会有不活味啊？乃至于呢，我们也会有恶道味，很怕堕恶道啊。但是信心不足的时候，十分会觉得很怕堕到恶道里头去啊啊，乃至于呢，都会很怕这个身败名裂啊。好，或者说啊，大众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其实我们说，当我们去理解佛法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一定随顺世俗走，哎，那就是怎样？没有大众未得位，不一定依据世俗的标准，是不是？我们会有那种出离世间的那种勇猛的心，是因为透过智慧的关系啊，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畏惧啊。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